今天我们从收到一幅十字绣开始详细讲解。十字绣从盒子里面拿出来，会配送一个工具包。每幅图呢，里面都会配送图纸，我们来打开看一下。我选的这幅图绣线颜色真漂亮。好，我们整体的看一下，很漂亮的一幅图。我们先来说图纸，图纸呢，它都是有自己的专属符号，和我们绣布上的不一样，但是它们的位置都是一样的。全针绣就是咱们昨天说的一个格子完整的一个小叉号，就是全针绣。这个是符号对应的线板的颜色。现在我们找符号来看啊，来这个红色斜杠条纹的，然后再看侧面的列表，红色斜杠条纹就是17号，也就是我们的17号线，线板上的17号线。再来找个红色三角符号，看一下15号红色三角符号，所有这个红色三角符号都是绣15号线。